在咱们螃蟹交易市场呢，给大家介绍一个高薪职业啊，叫挑高师。哎，师傅您好，麻烦问一下，就是您现在这个挑螃蟹一天的日薪是有多少？2000左右吧。日薪2000，日进斗金的机会来了啊！我今天我都感觉我也想发财，我也想学学，所以这个螃蟹怎么挑啊？这个色光度、饱满度、喂鱼多少啊？那能不能咱们具象化一点？这个色泽是应该是什么样的？就是这个地板呈奶油黄是最好的。奶油黄是最好的，就是那个皮肤的颜色，就是实体的，关节是青的，就是一般是没成熟。那什么样的是成熟是好蟹呢？关节发红的，它这关节就不太青了啊，发红，发红它应该是好的，它有坠手感，那证明它里面黄多，饱满。哦，这个是有点偏青，所以说这个是没有成熟。对对，偏青。然后呢，这个感觉又比较干瘪，不饱满。对对对。哎呀，这个活我也能干了，日进斗金，我学会了啊。这个应该2两9钱吗？2两9钱。2两9、3两挑嘛。哇，你这个好准。这个呢，它又有多大？哎呀，应该2两7吧。3两2钱，3两3钱。4两4。我说你这太准了，你这简直就是秤啊，这个，你的手就是尺，就是秤。